在 PVJ 又出了一位集高商控制群体于一体的美男子猕猴桃，又名吉吉国王。冷却五秒，阳光200，某种意义的射手，但也是近战型，近战且射手。刚种下时会以0.5到5秒变成一根金箍棒，等待的过程真的漫长。很有趣了呢。最后金箍棒或者小猴子遇到无头将会停下来，但金箍棒并不会对它造成伤害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将会浪费一次进攻。虽然是在空中飞的小猴子，但它会无视障碍将，但这好像又是卡 bug 了。飞行将无法对潜在水中的将造成伤害。打我笨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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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